行嘞，大家请坐。亲爱兄弟姐妹平安，大家学员遐尼辛苦，嘿，无简单，为着台湾打拼，为着台湾人的性命，发现家己的价值。亲像今仔日，恁会当参与，也是咱有遐尼好的机会来参与台湾民政府的历史的责任。这是我家己对牧师的立场来看，是生命的价值。这个是生命的价值，是真正帮助人。什么是生命的价值？真正的生命价值是，不是自称为我有多少的价值，是应该看见对方他生命真的是有他的价值在。因为你能够把真正的生命的存在意义，是因为您告诉他们，为着你牺牲遐尼济时间，奉献你家己的在智慧，把你自己的智慧跟才华，能够帮助人找到自己人的意义，找到对方人对台湾贡献的一个机会，这个就是价值。有一个美国神学家讲了一句话。美国神学家，因为我是牧师，所以我看到那个神学家、神学家，他们非常重视一个生命的意义。他说一句话：你只要跟人处在一起，他能够找到他人生命的希望跟贡献的机会，这个就是价值。德国，特别是德国，一般大学他们一定要先学神学，一定要先学习真正的人的意义，然后才可以进入到一般大学，然后才可以得到学位。这是德国的一个要求。就像一般人说，这个是大自然，这个、拢是自然呢。但是因为从中华民国或中国人的立场，只要人没有办法解释的，都是推到自然，拢是自然的。那没有想到，自然对印度来讲，还是对拉丁文来讲，这个英文呢，是从拉丁文出现出来的。主言就是 nature, naturality。 这个 nature 原来从英文来看是自然，还有另外意思就是本质，本质。那这个本质呢，从拉丁文来看是，原来是这个本质的来源，人的来源，生命的来源，原来还有一个比人更伟大的，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我们看不见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那个是主言的，但是在拉丁语的意义就是这个本质有来源，这个来源就是咱不知的上帝，还是基督教讲的上帝，还是无论无同款宗教，这个是天顶的上主的。拢会使看你的角度，所以非常高兴，我们再继续奋斗，来打拼，好不？时间辛苦，有价值，安尼好不？这真正本土台湾人，这个就是本土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这样的意思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进入看，
来看出今仔日台湾的社会，还是今仔日中华民国是安怎？虽然最近发生的代志，我不一定讲的那么多了哈，大家都较清楚。无论是政治斗争，还是监听文化、官说文化，还是今仔日的食品安全健康，最近新闻嘛讲，澳洲的食品健康非常严格，你一旦把关的严格，迄个下卡的或是小哈的公司没有淘汰的，没有说偷鸡摸鱼的。但是今仔日中华民国，我无做说明，恁就知了。嗯，我虽然没有解释，我想大家都一清二楚。所以这些都是让人心恐慌，无论表列，然后阿西冠有一个高山族，在苗栗县我隔壁的两个部落，这两个部落因为迄个高山族，阮的同胞啊，泰尔族的，他就觉得说。哎，管政府袂歹呢，这个部落会当发达，哈，可以发展。本来几坪，不是几坪哈，一坪才几千块，只要土耕法改变，土地的变更的法律，改做几坪，几万块。8000块到10000块，安尼听到哦，高山族呢啊欢喜噶，哦马上报给管政府说，我多少好，我这个土地多少，这个部落重新规划为观光区。结果一发现人高山族安尼报名，然后外头得多少多少多少，结果。县政府先补助你几十万、五六万、十几万，最多有60万。嚯、哦，高山族欢喜个，因为即马高山族有的所在有部落，有的部落看不见一个月固定薪水呢。有的是你做多少，一天剩偌济，安尼就剩偌济。那无去。迄、那个临工的没有去做临工的，那无就没有了。所以一般的高山族，伫后山拢是靠天食饭啊，靠天吃饭。所以他们一听到说啊，管政府建以后，哇，马上拿到钱，我高兴的。结果拿到钱呢，以后因为。这一坪已经提高了，税金当然马是爱提管了。哦，这样算起来，拿60万的要变成将近100万的税金啊？那我安呢？本来是会当领到遐尼济，但是爱纳，搁较管。哇，有一个头目说。简直是土匪，本来就是土匪，不是我讲，是您讲的。了后，结果很多高沙族的同胞呢，就不要再登记了，他们不去登记了，不去登记，管政府用公权力，有一天，透早不是透早，半暝。两点，还是两点半？两点半还是，反正两点多的三更半夜，警察啦、警察还有那个怪手，把那些土地吧全部都翻。高山族底下困了，嘿，什么声音？是不是921又来了？滚滚滚滚滚滚！
一看，哦，是不是得当？唔是啊，原来是一看警察，所以那时候说，不爱了。所以有的高沙族的时候，我不要缴纳税，简直被骗了。这个实在是不是只有冤枉啊，真的是霸道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好，我们这是上一次在初级班的时候，我有 列出来这样的内容，但是我在因为有几个初级班的不一定会参加上个礼拜的，那我们为初级班是已经好几期。那今天我来看看，今仔日台湾人是安怎无进行因法源的问题、国际法的问题、中华民国的问题，嘛是咱 本土台湾人无觉醒的问题，唔是干那咱家己的问题，不是只有我们个人。实际上，唔捌听过啦，这个才是问题啊！没有听过，啊？有台湾民政府，哇，我冇听过。我也说啊，诈骗集团，哇，他诈骗多少啊？有人讲，我要见他，你讲我诈骗。 好啊，我嘛是诈骗啊，但是我诈骗你多少偌济，无会讲。那今天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68年时间，底下团团转，无论抗议还是游街上游行，不管是这个全世界的一招呢，总统啊，那也不算总统啊，那个是 首脑而已了，台湾治理当局的首脑，他们用那个什么网啊，预备那个鞋子，这个东西历史的，无同款无聊的创作，无聊的历史的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看看以实际数字，我们来看68年。 我用他们现在的那个预算表，我这样去抠出来的时候，我吓一跳。102年度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年度来算哈。那中央政府税入呢，1兆7000亿，啊，税出嘛是赶快。 1兆9000亿，但是他们已经调建为1条9000亿。那我是用68年来乘以1000，1兆9000亿来算，因为实际上当然可能这样的算法也不标准，因为我是外行的。不过就是以前的那个值 也应该是这样，这个时候的值，甚至会加倍，是不是？那个值数，所以这样算起来，68年129兆，这是明哦。我常常讲，中华民国的有五成是明哦，意思来得有暗暗，那不是干那呢哦，对。 追加预算也很可怕，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做法，很可怕。那当然也是也在我们也在使用了哈，不一定说全部都推给中华民国，那我们也在使用这样的预算，但是用这样来看看，很可观。台湾人不是无钱，真正 真正有那种的怕病、老寡、good luck， 这是让台湾人来进行。那这些呢，真的流亡中华民国政府的大手笔，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大财产跟领土权，台湾人民难道也跟着迷途下去吗？所以，家在烂屋，今仔日 台湾民政府的存在，所以参与内底
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份子，参与这样的革命先行者。所以今天现在管理台湾治理当局呢，受到美国政府与委托来代理美国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。那但是我们看看，虽然是流亡政权，但是他真的是花了台湾人民整个的所有的财产。那要不要让他继续混下去？要不要让他继续花掉我们台湾人民的老瓜子？所以你我的产物就是在家啦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所以一个契机，在我们神学院读过的这个契机 Chaos， 这个 Chaos 的契机也是生命转变的一个机会，让人民幸福的一个机会。那所以今天本土台湾人你我的产物，这就是价值。这样好不好？所以要肯定家己，认同家己的参与，如果没有自己的信心和认同，这样没有拆工、哦、所以还好我们有这样的机会。那今天本土台湾人虽然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从日本战败后被大日本帝国天皇看起来是弃之不顾，这样没有照顾，因为他也 suspend 悬置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叫他干脆就是让台湾民政府。所以今天68年的时间，虽然我在政治炼狱中，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，但是这个政治炼狱中已经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以前没有看到那个字嘛，加在我们秘书长控告美国，然后可以看出这个原来对我们有那个影响的政治的意义，就是政治炼狱中。所以今天我们看有远见，我这个弄错了，远见，远近的远。那加在咱有今仔日，有诶本土台湾人嘛是有迄个斯德哥摩尔症候群，知无？迄个症候群，有的可能第一次听到，那有的可能听过了。我们初级班多几乎都可以听到，被压榨的人还高兴的说。对压榨的人也是欢喜哦，你好，感谢感谢哦，正像我们高山族啊，已经被逼到压榨到连把那个扭干了我们的血了，都扭到已经枯干了，不一定要让他恨他，反而说多谢哦，多谢哦，这就是症候群。所以咱的必须定，这拢是减掉帮根啦。那我上一次也讲说，背对共是减掉帮根，但是阮高山族无同款哦。阮以前的帮根是长长的，父母今日拢住伫大通铺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很自然的。那真的要走错房间是减唔到刷路啦，减唔到刷路。那迷路的山上的人，那常常会碰到登山的人啊，无拄拄是背对为外国，国刷中嘛有啊，但是到最后真的危险，或者是已经牺牲生命的人，那些。做专门做直升机的迄个救难队员，这一看啊危险哦，啊要安那救，安那袂当救，嘛是爱看高山族。哦，
我们还是请那个山地人好了。所以到最后还是所谓的山地人郭沙作也是在那里帮战。所以我在这里是呼吁大家，咱若有看到我们郭沙作在都市内有迷路的地方，请你们也是要帮战他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动啊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本来就是台湾民政府的责。多谢多谢。所以今天让台湾民政府因为有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、海牙公约这些的国际公约呢，帮咱民政府让的领导者必须定可以研究这么透彻、这么清楚，因为必须定这么牺牲来帮助我们本土台湾人，所以他能够控告控诉美国，这全世界是没看到这个来，没有人真的 看到像必须定这么真的用心。这样我们也为必须定来拍手好不好？他身体有恙，他真的很辛劳了，也为他祷告。好，所以无论有一个不晓得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哈，有没有印象？在1986年的时候，哦，蒋经国他们的流亡政权呢，开放党禁，实际上不是蒋经国的意思，是美国的意思。你要让你的执政能够扩展，帮咱台湾人，要开放党禁。所以我上个礼拜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重新来思考，这是什么？圆山大饭店，这是民进党在这个时间去成立的，在圆山饭店，而且他们也决定的他们的前途，台湾前途的决议文。但是我们来思考，我给大家一个问题，想看卖，那我。民进党是反对国民党的人，党外的人反对国民党的人，燕山饭店是国民党的财产，咦？有没有想过，反对的人在敌对的党派，而且给他好的空间？这是五星级的呢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咦，奇怪，应该反对的人，而且被反对，怎么还有给他空间？底下成立，还是底下开会？那我安尼个代志，就像我抢劫你的，结果最后你还要让我抢劫的人在你。好的旅馆在那边成立，然后在那边 高兴，有道理不？有道理不？当然没有道理，没有道理嘛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美国跟他说应该开放，所以蒋经国呢跟新潮流或者是民进党的创始人都可以成立，都可以反对，拢什么维护，还是什么反对议题，拢不要紧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未当改变中华民国这个名。好，安尼精彩无？有精彩无？哇，对他们来讲说。下卡的人唔知呢，
哦，高兴的要命！哇，我们在圆山饭店，我们攻击国民党的党产了。想不到，原来有原因，拢会使，但是干那一条，未当改做中华民国的名。所以阿扁啦，他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的时候，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。有听到不？我做不到就做不到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104条，中华民国的104条有一条，因为就任总统的时候，头一个宣誓，我是中华民国第几任的总统就职，第二效忠中华民国。第三，我要实现中华民国宪法。但是中华民国内底有台湾不？没有。无啊。然后我要把这个，也要帮咱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有讲台湾人民不？没有。假如这个四个条约有违反誓约者，104条底下弹力，西楼一条，死路一条。嗯，奇怪嘞，最中通，那违背誓约，西楼一条。当然阿扁讲，我做不到，就是做不到嘛。安尼有清楚无？有清楚无？他也讲说，我做不到，但是别人呢，也休想做得到。所以同样告给他去。所以他们国民党最怕就是要结束中华民国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叛徒的产生？为什么会给我们更大的拖延战术？这拢是因为有原因。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国，所以这些我们重新复习，但是我们重新更看见说，原来鸟处、哦、原来如此了哈。后，我们也听到说李登辉的一句话说：“我不是我的我。”其实，简单讲。我未当改变中华民国啊！我的意思虽然是台湾人的民主之父，被人尊称这样说民主之父，但是他要改变整个中华民国的体制，有心啊，但是未当者，他真的有心，但是未当者，所以我。不是原来的我，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是说，哎，我想去，但是又不想去；我不想去，但是又想去，好像跟我自己也一个人几个人来主管底下矛盾。这就是李登辉所讲的，我就是不是，我不是我的我。好，我这边写。这是基督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迄个白话字，因为我学过，这边有八音，因为我们网路没有，但是长老教会的那个打字是有七八音，有八个音，所以我背得很熟。第一音变作那读的时，变作第七音。啊，那个是要音阶，有三个音阶的话，前面两个音阶都要换。那原来的字是不会换，但是读的时候就会换。像说基督教，基督教，啊，还是不教，反正不啊，
第一个字一定会改变，所以那个会有7128、7134来变罪。那以后，北魏去研究一下，我们再彼此后研究研究。好，在台独人士杨碧川在1997年8月的时候，他讲说：“唯有消灭中华民国这个外来政权，建立独立的台湾国，才是真正的主权独立的事实，也才是台湾唯一的活路。”这个就是台湾独立的一个迷惘。请求北部啊，这里宽的一些，刚刚我们的庄明雄院长他也讲过，这主管是真正主管的人，那下骹还是家己的囝儿底下在那边叫来叫去，你的所有权的名字是你的。你的孩子虽然有继承权，但是他因为所有权状还不是孩子的名字，是你做爸爸妈妈做爸爸的名字的这个所有权的名字还是你的话，囡仔无权利处理你的所有权，对不对？谁的名字就是谁的名字，所以今仔日咱的名，迄个所有权。就是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的所有权，所以我们怎么叫来叫去，台湾人民，哦，台湾人民是家己的，台湾人民有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权利啊，所以台湾独立、台湾共和国、建国党，他们都是往这一方面去转来转去，但是就像一个框框里面，底下乱乱蛇啊。底下这边转来转去，嘛袂当做啊！就像毕淑定讲，有一颗苍蝇，他看到说：“哎呦，那么亮，我应该出去了。”一看，每次出去的时候碰到玻璃，哦，那个亮晶晶的玻璃，以为是可以出去，底下拢拢拢来拢去，袂当处理，都没有办法出去啊！他以为是可以了，但是他看到哦，向你请错。啊，应该出去，结果出去弄掉玻璃，嘛是同款。今仔日中华民国底下框框拢是安尼，所以无论高山族的闲话土地，还是咱台湾人底下抗议，还是遐尼济的团体，台湾教授协会也好，任何的团体也好，底下抗议啊，游行抗议，游街。抗议，底下弄来弄去，嘛是同款，嘛是安尼，袂当无定无当，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中华民国体制的问题。所以唯一就是让它结束。那这个让它结束，还好台湾民政府就靠着国际法、战争法来控告美国，美国才出现到。来帮咱让台湾人。有的人说：“哎，美国帮咱台湾人有啥物帮咱？我无看到美军啊。”必须定讲，没有看到美军就表示没有美国的帮助吗？我们新竹县，台新竹县的五峰乡那边有乐山基地，是。当然啊，尽管够准确的反飞弹雷达底下有24位美军在那边，所以无论伫乐新的，还是阳明山、花莲的嘉山、台中的空军基地，还有台南，这个都有美国在掌控，所以这个就是保障。我们的安全，那保障咱台湾人的安全，这是应该负的主权义务，这就是义务了。而这个义务他一定要担任，因为我们控秘书长控告美国以后，才发现原来现在的本土台湾人
已经撤了，啊，已经叫醒了，已经寻起来了，啊，所以就会一步一步的，连判决，法院判决也讲说，你们2009年8月6号，美国国务院放弃抗辩权开始，法院就告诉国务院说，现在除了政治利益中以外呢，本土台湾人控告者，这个原告者，你要好好帮助他回复他原来的期待。那今天是让是这项的期待，本土台湾人应该非常的回真正的回复国际地位的正常化，国际地位的正常化。那国际地位的正常化最简单就是回到日本母国，因为所有权给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，然后他让帮助我们建构跟可能成为联邦还是邦联。那我们秘书长说，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中立国，第一个是瑞士，第二个是梵蒂冈，第三个期待是我们台湾。所以中立国是非常安详的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期待的一个国际地位正常化。那讲我们的众议院的议长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主权是因为有这样的法律给我们更大的保障。那国际法院呢？不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嘞，中华民国的法律是常常改呢，不是底下立法，立法伊底下改呢，不是呢，是家己老妈家己改，然后自己怎么做，没话讲，无话讲啊。因为尽管在一月秋冬嘛，所以这个不同呢。我们在高山中嘛是同款啊。哦，这个土地是我的，这个是怕辣的所在，怕辣的迄个土地的土地场呢，打猎场，这个猎场你不能进来哦。那是以前呢，但是现在都。穿来穿去啊，有的高山庄嘛是到屏东，哦，为阿密斯跑到达彦，都穿来穿去。但是这些都是生活文化习俗的一个习惯，你不能说啊，这是我的，无干净了。那今仔日在台湾，就是因为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合约。这个就是今天给我们更大的保障。你再有听到不？美国成为独立的一个国家之前呢，他是跟英国逃难，从英国逃难，我们称它是五月花。而五月花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历史，然后一直逃到现在的美国。美国来的。原来底下住底下的人，什么人？印第安人。好，印第安人，狗刷族，我们也称他狗刷族，而且用简单的南瓜啦、地瓜啦、野菜啦来接待迄个英国逃出来的现在的美国人。了后看出啊，原住民狗刷族还是印第安。遐尼好啊！以前的迄个观念就是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努力嘛。但是因为被招待，才发现说，原来因嘛是人，因嘛是上帝创造的人，嘛是共款人的生命。你不能说种的以前的迄个买卖努力啊，你种的价钱高呢，高的，然后又价钱高。瘦巴巴的，看哎，价钱低，所以这样当作动物来卖做买卖，所以安尼看出哎，咱应该看到因就是人的生命，
所以那时候就有五月花，所以每一年的11月的第二个礼拜，从教会开始做感恩节，所以感恩节的由来就是安内。了后，不是干那美国独立呢？因为背后有法国的帮助，美国才有独立，所以。 一个人国家能够成为独立，你非得要透过第二个、第三个国家来支持你，很困难。你自己独立，你自己爱站起来，没有说不可能，但是真困难。所以今仔日咱台湾民政府加在有美国、日本的背后。 安尼有福气不？有福气不？哇，辛苦辛苦！所以，我们看看，因为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呢，也有意识形态里面，他特别我也去看一下，他们到底对中华民国怎么去形容？ 原来，因为跟他有关系的人来著作中华民国的立场，所以维基百科书里面著作的人也是有意识形态，没有写的真正接近事实的历史。他们怎么说呢？ 在 他这边说，我们从开罗宣言来看，中华民国实际占领了台湾，也就是国际法中的无主地最先占领的原则。所以，中华民国依照无主地最先占领的方式，将台湾纳入领土范围。所以，日本当时没有对这样的事情发表意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。 因为他们把高山族不是人啦，内地无主人啦，所以那个地方无人，所以在一般的国际法是无主地。但是不是啊？阮高山族伫台湾至少6000年、8000年、万几年嘛有啊。 是安那是袂当做无主地，所以这样解释嘛是赶快意识形态。所以我在形容这个无这个，我透过圣经土地神学家的哈勃，他讲了6个意识形态来做参考：智慧、君王权，啊，后面都是。 圣经的解释了，还有一个土地农民权。现在，今嘛中华民国就是用君王的姿态来对付咱台湾人，所以这个意识形态，应该嘛吼，不管是中正路嘛好，中山路嘛好，经国路嘛好，全台湾拢有。 我去巴西，然后我们路过乌拉圭巴拉圭，有一个巴拉圭的国家，内地导游甲阮讲，内导游讲，内地巴拉圭有小小的台北市内，嘛是有中山路、经国路、中正路，这什么意思？财产冇伫遐。 所以这个都是意识形态，不是干那遐哦，万万高山族的迄个国家公园哦，内底有名哦，什么名？
岳飞啦、五凤啦、杨贵妃啦、孔子啦、李白、武则天、秦始皇，我们去国家公园吓一跳，我们就马上骂这个林务局了。是安那？这个历史中国的历史，因人迄个名放伫阮高山族的国家公园。 啊，他也不会回答，我唔知啦，这是政府的意思啦，<笑>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君王意识形态。那今天同样这个五凤故事，我们那个州主最大的反对，因为这都是意识形态啊，所以最后有人抗议，我们几个牧师，我那时候我没有去啊，我们几个牧师。 其他牧师把那个五凤铜像拉倒，就是这个刚好吴敦义当嘉义市市长的时候。哦哦，南投的，是的，是南投了哈，拍摄。所以有的五凤，那是来对五郎迄个五凤的后裔哈，叫拍摄哈，因为属实就是属实的哈。 那这些都是横跨整个的，这个都是欺骗教育，用电影来做欺骗让台湾人。好，你看来到台湾嘛是偷渡者严办，但是是不是真的造法办嘛是唔知啊？你看有一个。 看到民国25年8月竣工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是"boy"？啊，后边看在看不出，看不清楚，这个是"boy"，所以这也是中华民国伪造的，这是碧潭桥头，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日本早就已经造好，结果他们就把。 哦，让你动心真厉害呢，当化验呢，所以不是我厉害呢，我们的童心找到，然后就扣出来，嗯，你看这个碧潭的，我为什么把它登这个是卢凯族的头目哈？那时候是曾经在经过大学人类学。 那这些都是因为不清楚了，那所以会造成当时原住民对中华民国的抗议，很多不实的教育都起来抗议。好，在日本时代时，高砂锅、义勇军、哇阿玛利，很多血性啊，都是呢，哦，日本精神，哦，所以他们非常。 看中达嘎沙哥，那我们8月15号，我们一团到日本的时候，哦，我们我穿那个达嘎沙哥高沙族的头目的服装，我没有动哦，哇，那么多人就来照，哇，特别是七八十岁，有的掉眼泪，因为看到高沙义勇军。 就看见说，哇，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真勇敢。当然不是只有高山族了，也是我们本土台湾人嘛是参与了，所以底下日本靖国神社有39100的牌位灵魂人民已经过世的，为日本牺牲的。 迄个名拢伫遐，那我妈妈的第一个先生也是在那边战死的，他们有生一个女儿，就是我的姐姐。那我这样去日本，前年参加靖国神社的时候，我家己感动流目屎，因为想到说，哎，那么大的牺牲，好，我这样刚好。 我们的领导者，我们去靖国神社的时候，跟说：“亚父，你讲一下。”我想到就，
一直掉眼泪，是因为看见哦，妈妈那么辛苦。那她的先生愿意牺牲为日本牺牲，然后在那边战死。那我想到这一点，我虽然没有经验，但是想到我妈妈，听到我妈妈她前任的爸先生的故事的时候，心情感触很深。 所以我在那边讲的时候，真的是因为日本人把我们本土台湾人，还有达嘎超过当做自己日本人，因为那时候1945年啊，大家复习一下，1945年4月1号，啊，华民化是1937年的时候，那1945年4月1号是日本天皇昭告全世界。 台湾就是我的，已经宣告这就是国际法的一个条件，而且没有人反对就没问题，所以当时就有参政权，有参战权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本土台湾人过世，贵姓的三万九千一百的，这拢是虽然是本土台湾人，嘛是日本人。 所以他们把真正的英勇人士放在最庄严的靖国神社，因为我们内底有基督教的信徒哈，我做简单的解释一下，因为有的教会、有的基督教都在批判我，这个亚布你是牧师是安怎到靖国神社去拜拜？ 所以我们就说，哎，你去拜拜，那就已经跟基督教的信用有冲突的。那我就跟他们说，日本靖国神社是日本的文化，是日本的字，不是对阮台湾人的字，而是高山族的字甲文化，是按照他们的文化来写出参拜。 那咱基督教会有时，敢那对书纪念，亲像咱的亲戚，那有不教，那有迄个拜相的，有时候我们参加了，我们参加我们会冲突啦，所以事先我会跟司仪的人说，就拍谁哦，我们不必拿香，我们定头的好，那他们也会接纳，这互相尊重。 所以，同样的，咱去靖国神社，唔是拜迄个最上帝，是纪念咱的亲情。所以，同样的，咱伫台湾嘛是同款啊。你也是今日有嫁到高山族，也是娶到高山族的小姐，嘛是原谅哦。 我伫遮做牧师的立场来甲恁呼吁甲原谅，就是可能有的家里是非常强势，说拿拜香才算有效、有好哈，多谢多谢，友好的家己还是新妇，那有时候你们体谅一下。 因为他是基督教的信仰，所以没有拿香，所以就会假如说有他年纪较大，有时候长辈哈，那我们要彼此互动安尼。那亲像恁以前无参加教会仪式，那有结婚典礼时嘛是参加教会典礼啊，那教会典礼，那我们都没有拿香，只是说。 唱歌哦，欢喜，那你们也跟着参悟，因为恁的查某囝嘛是嫁到高山族，北堆嘛是同款，也听过我的小故事嘛哈，有哈，就不要讲哈，无哈，拍摄个，<笑>要讲一下，不然他。 像你们很累了，对不对？小插曲一下。30几年前，哦，好像我很老了哈。我跟我的太太
恋爱的时，在神学院恋爱了。我爸爸说，卖边疆了，我们山地人怎么配得上平地人嘛？而且这个小姐又那么漂亮，又那么聪明，她声乐的哦，她音乐很好听啊，对我来讲了哈。后来他就在谈说，哎，那假如是不肯的话，就不要勉强。但是因为咱的信用跟我们自己的认识跟，因为在神学院的思想跟意识比较接近，所以就谈论婚嫁。那谈论婚嫁呢，啊，小米你要嫁给还呢，安来不行的啦。哦，三十几年前真的困难的。哦，所以你们碰到现在的你们的儿女的话，家在不赶快了哈，不一样了。现在说不行，结果被软禁一个礼拜呢。哦，然后不能出去。难怪我写信给我的女朋友的时候都没有回信了，被我准岳母没收。他还跟我讲，结婚以后才跟我讲说，那么肉麻。了后结婚了后，几年了后，然后我们生第一个长子，我岳母说，啊。还阿囝嘛是够追，哦，这个是小插曲了哈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平地高刷重啊，不管是不同的族群，客家也好，当然嘛，后白金后乡，安尼咱的文化才比较丰富啊。哎，奇怪，我跑到哪里了？好，这个是在。我们都看过，我们只是复习一下，让我们再回到，在刚刚所讲说，因为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把中华民国，治理当局所命令的台澎金马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有有效掌控的区域，所以台湾被看中为。中华民国领土，这些都是错误的历史。好，在无论是开罗宣言也好，这个三个政府的领袖，一个两个国家，当时蒋介石也在，他们也把说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所规定的，都是 memo， 都是。不是真正的条约，不是干那，不是国际法的条约，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做这样的工作。结果他们自己私底下，嘎在，因为我后面的文章也有，我先讲，大家也知道也听过了哈，做一个复习。开罗宣言，现在马英九都一直往这方面来去。支撑他们的立足点，那实际上开罗宣言是 declaration， 那就是一个宣言而已。那这个宣言呢，不是 treaty， 所以不是真的条约，不是条约，所以真的是不是上到国际条约，所以这些都是个人自己的意愿。那当然他们有在谈说，好，假如继续下去，那把台湾就。还给你们中国，因为从满清政府永久割让给日本的时候，那他们说啊，就归还给你。那实际上这个归还呢，秘书长解释得非常清楚。他们虽然说归还，但是按照国际条约，割让是不能再割让，因为这个割让给日本天皇的时候，永久永久的。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，所以台湾、澎湖、周边群岛拢是日本天皇啊，日本天皇的所有权，所以我们才有说日属美战。
好，我们都很清楚了哈。那但是最大的重点就是说，他们虽然自己有意愿说好，我们就交给，就归还给中华民国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不能侵入他国。刚好1950年啊，在6月25号的时候，中韩爆发，啊，韩战爆发，那刚好那时候韩战爆发，美国很聪明哦，马上趁机会向联合国做一个抗议，说本来不能侵入他国，现在他已经侵入了。毛泽东发动韩战，所以就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，决定接纳这个抗议的，所以那时候就已经确定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最关键性的，要清楚。然后我们看，在1949年11月20日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，说中国共产党政府以11月18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官方通信正文摘要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在10月1日正式成立，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政府。所以目前四处流亡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呢，其残留部队很快就被消灭，已经丧失了其代表中国人民一切法律和事实的依据。这个就是，所以那时候的中国就说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中国合法的代表权，所以在联合国的决议文也写得很清楚，所以已经中华民国已经消失。我们再复习流亡的艺术是什么？哈？招楼？阿伯安那招楼？不是跟他保路？招楼。他逃亡，是他把这个名字，原来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呢，一直带到别的国家，中国以外的国家或是地方，还是把原来中华民国被消灭这个名称带到别的地方，他国内以外的地方，那个就是流亡政府。这是秘书长解释的很清楚哈。所以他逃到台湾，是美国接纳他，委托他到台湾暂时管理。所以我们很清楚战争法的两条铁则，第一条是征服者、战胜者、征服者没有主权移转的权利，给你主管无权利一旦移转。动作你的国家还是领土，所以无论是美国也好，或是次要占领受委托的这个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也好，他就没有权力占领台湾，成为伊的领土，不是他的领土。那简单来说，我受你们的委托，但是不能把你们的土地移转到我的土地啊，除非你们卖给我，或是完全割让给我，那永远好，法律程序就把它定为我的。那另外第二条是流亡尽管，每当就得什么合法啊，不能就地合法，就好像我逃到你那边。好啊，救命！救命！帮战啊，来帮战！我袂当生活，我是走路的人。结果你们很大的爱心帮战我，然后也不，那个土地给你管，那个土地给你管，啊，遐尼好，欢喜个。
生活到六十几年，甚至到六十八年的时间了后，当作我家己的所有权。恁无法度，今仔日是我做王，哦，我是有主权。安尼合理未？合理无？安尼合理无？无啊！嘿，天啊，拉盖那努巴来夸啦，那努萨嘎鲁苏萨米，这就是阮高山族、台儿族，底下困苦的时，还是底下压制、受压制的时候，干那唱歌呢？啊，唱歌，阿弥是更厉害呢。哇，唱的那我们一月一号再看好了，不要，我不现在不要跳。每年嫁鬼在一起，高沙族，我们今天决定，所有高沙族的都参加，都要穿自己传统的服装。安尼好不？好。哦，五郎。有一个童星跟我讲说，主席啊，为什么你到日本给人观赏，我家己无看到恁底下跳舞啊？安尼啊，好啊，等到明年，哈，等到明年啊，谈论起来，好，这是卖膏药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看在治理当局里面，中华民国。本来刚刚已经讲了流亡了哈，我们看看治理当局是这个是北韩的相片呢，啊，专门一直照南韩有没有进来，好，都一直在照。那现在的照很厉害哦，一个非无论很远的地方，跨的看得很清楚，他们做的望远镜，那不是他们做了哈，特别是先进国家。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底下做什么，嘛是看到。当然不会像那个王金平跟马英九了，不晓得。好，中华民国来台湾，本来是拢是什么拢无啊？本来国民党说啊，好啊，这个党产都归零啊，怎么归零？越归越多，所以变成最有钱的一个世界的党产了。好，在流亡政府里面的党产呢，马英九说了不知道好几遍党产归零，但是因为不屑国际公约，他只知道控制。我们看看那个海牙第四公约哈，被占领的领土，实际上被置于敌军当局的权力之下，被视为被占领的领土。占领只适用于该当局建立并行使其权力的地域，这个就是占领区了哈。然后合法政府权力实际上落入占领者手中，所以占领者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，可能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。和安全，并除非万不得已，尊重当地的现行法律。秘书长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尊重法律有没有尊重法律？因为当时的法律是基本的立法，所以我们当时台湾那时候被中华民国次要占领的时候，仅加烂的一些现行律法是基本的。但是他没有完全改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已经不符海洋公约了。好，这些也不能强迫被占领地的居民向敌国宣誓效忠。所以，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向自己敌人的国家效忠，这个很可怕呢。为什么说敌国？现在以
对的，因为中华民国以前跟美国联军四个国家联军的时候一起打日本，所以日本人当然对美国是对的，也是同样对中华民国也是对的。但是咱是日本人，咱效忠中华民国，这就是跟敌国对敌的国家效忠效忠。哦，这个就是已经违背了我们自己。那咱唔知啊，对不对？是因为咱来家才有机会听这样的法律解释。安尼有福气不？有无？我看恁哦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哈，我们看看比较重点的，无论是联合国里面已经成立，但是已经丧失，中华民国已经丧失了这个法律的依据。特别1990年6月28日，《中国人民日报》伍修权撰写的40年前的联合之行呢，值得探讨的重点呢，一，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 Dulles 是以反共反华最著名、最顽固的敌视中国人，所以在1950年4月28日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演说中，引用了1943年啊，或者是波茨坦公告。这些都是虽然是属于认为说属于中国的，但是美国就驳斥这个台湾他们中华民国的论述，因为实际上没有经过国际法来讨论。所以那时候就美国就知道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，虽然在台湾关系法是说acknowledge 我认知，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关系的问题，这个认知呢只不过是跟边境不是官方的正式的公告，这个也是要注意哦。所以这个东西，所以在安理会就当时1950年4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，那这些都是已经表决了说好，你既然中国说美国侵略台湾，而且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，那联合国决议说好啊，你拿出证据啊，你的证据在对，国际法的证据是在对，一直到现在联合国都在搁置，因为中华民国甲中国袂当提出迄个台湾是因的领土的证据，一直到现在，所以这个都清楚了哈。好，这个是当时韩战爆发，这是满清的时代啊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右边都是高山族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说高山族的土地很宽，那怎么去界定啊？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另外的真正的条约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台湾民政府，因为秘书长非常强调依照国际法，依照战争法，所以让自己要决策。奥巴马那时候也谈论这个演讲的这些南海东海问题，无论是台湾也都要遵循国际法来和平解决，所以唯一我们就秘书长等228个人控告美国，那今天才有我们今天的台湾民政府。好，剩下2分钟，有什么疑问没有？这个是鲍威尔
像胡锦涛，而且他讲得很清楚说，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,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,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, our firm policy. 他们的政策就是台湾不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不能台湾不能独立，也不能公投。是安怎袂当公投？是安怎？好，好，这是国际法，但是美国给我们更清楚说，奇怪，恁台湾人是安怎爱公投？实际上，公投是因为 the people own Taiwan 有至少有两种人，一个是逃亡的人，逃亡的人跟本土台湾人是安怎袂当公投。多亡的人袂当有迄个权利来决定台湾，是不是？多亡的人是安那做主管，还是做领袖来压制、压制我们台湾人，然后强迫我们公道宣固？袂当宣固啊！所以国民党就趁这个机会，大家说啊，那选举来选自己台湾人好唔好？好啊，好，结果被放在监狱里面了。很多谢有这个机会，大家一个复习，让我们可以看见，都要靠大家你我的参与。真正是生命的价值，真的是生命的价值，都在我们当中。多谢。各位好玩家，起立。我靠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行嘞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